十七章二十至二十六节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藉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正如父你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好让世人信是你差我来的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，让世人知道是你差我来的，也知道你爱他们，如同爱我一样。父啊，我在那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使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世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是你差我来的。我已让他们认识你的名，还要让他们认识，好让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耶稣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，分离是必然的事，因此他为门徒向天父祈祷。我们知道耶稣在被卖那一夜在客西马利园祈祷，但很少知道在当晚和门徒一起的时候亦都作过一次很长的祈祷。整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圣经学者称之为著名的大祭司祷文 High Priestly Prayer。 它的内容涉及三部分，初段一至八节是耶稣为自己代祷，中段九到十九节是耶稣为门徒代祷，而末段二十至到二十六节亦都是本主日的经课，是耶稣为教会特别指约翰群体的祈祷。然而在末段祈祷开始，耶稣讲到他不但为这些人即门徒祈求，亦为到那些藉着他们即门徒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那些人显然是同耶稣的门徒有分别的，主要是他们还未认识天父上帝，还未信耶稣。耶稣在好牧人的比喻里面就讲到，还有些是不属这圈里的，即羊圈。而耶稣所以来到世界，就是要使未曾认识上帝的人带回羊圈里面，受差而来。耶稣在祷告中特别为那些人代求，因为他明白到不但门徒自己，那些看见我先至信的人需要耶稣为他们向天父祈求，还有很多没有看见却信的，就是后来藉着门徒的见证认识耶稣的人，天父同样关心他们，希望他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有天父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以致他们得与门徒合而为一，好像他同门徒合而为一一样。这些都有住深远的影响，好让世人信是你差我来的。第二十一节，值得注意的是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不断表明自己是被天父差来的，为要作那差我来者的工，好叫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，福音书作者不断强调这一点，是因为当时犹太人中间纵使有相信耶稣的，但普遍地只是将他视为一位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，这是基于他们对先知尼赛亚的观念 Prophetic Messianism， 仍然是离不开律法书的框架，
音当中写到，上帝曾经借由摩西向以色列人预言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即摩西。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，这句话成为了日后以色列人理解先知尼赛亚的唯一根据。这个正正是约翰福音为什么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咁强调，不可以将耶稣当成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，而是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。希伯来书和约翰福音写成的年代相差不远，大约在主后八十五至九十五年，但可见正主当时教会是怎样回应耶稣给了摩西的神学诠释。希伯来书三章三至六节，他即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更尊荣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是上帝。摩西作为仆人，向上帝的全家尽忠，为将来要谈论的事作证，但是基督作为儿子，治理上帝的家。由此可见，是你差我来的，不是随便的一句话，而是直接表明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，是道成了肉身的基督，有属神的位格，好使到那些只是将耶稣视为由上帝那里来作老师的，又或者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，最终都能够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合一见证。在祷告当中，耶稣称呼上帝做公义的父，第二十五节，因为他知道犹太人将要审判他，甚至是一切信他的人。当时犹太人以法利赛人所主导的犹太教领袖还未认识上帝，所以耶稣称呼上帝做公义的父，就是最能够表达到上帝才是真正的审判者，而且他的审判必然是公平公正的，并且满有慈爱和怜悯。其实公义在希伯来文里面正正蕴含了以上这些特征，正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所以耶稣由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这个世界，纵使世界不认识他，甚至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并不接纳他。约翰福音一章十至十一节，他仲是咁爱这个世界，正如他话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不但为门徒祈求，亦都为那些藉着他们，即指门徒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在约翰福音中会时常出现世人这个字，其实原文是世界 Cosmos， 他在福音书里面扮演着同道对抗的角色，被视为俗世或者俗世，无时无刻不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在各危险的地方里头充斥着仇恨、敌视和腐败。世界必不接纳耶稣，因为耶稣不为世界所动，亦都不愿意归属这个世界。然而上帝却是拣选了这个世界成为施行救赎计划的舞台，因为世界是藉主道而造的，里头有着天父的旨意，他爱世界，不希望看着世界败坏走向灭亡，因此差了他的儿子来。耶稣知道他来是要完成这上帝爱世界的任务，而他的门徒亦都要同他一样在这个世界成就救赎的事。他们能够完成任务，
必须有住同一嘅心智，要喺基督里面完完全全合而为一。呢个唔系一句口号，亦都唔系目的，而系信耶稣嘅人嘅一份极具影响力嘅见证。直至让世人知道是你，即天父差我来的，能够做到合而为一，他们必须先知道你，即天父爱他们，如同爱我一样。第二十三节，爱这里指的是要履行耶稣赐给他们的新命令，彼此相爱，这样的话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耶稣特别强调赐给这个字，你，即天父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是要表达一切皆归上帝，属上帝的主权。因此门徒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合而为一，必须有耶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，才能够合而为一。天父既然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又在门徒里面，而上帝就是爱，因此只有爱才能够使到门徒走在一起，这样他们就能够彼此相爱，就能够完完全全合而为一。这样信主的人就给了世界最实在和最美好的见证，好像耶稣一样，以爱改变世界，世人因此认识父，知道是父差他的儿子耶稣来，好让你，即天父爱我的爱在他们，即世人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第二十六节，